好意思，麻烦你啊。没。千万唔能够见人讲是我偷你哦。我知影，多谢你啦。 我伫怀疑你伫外口闭关，即马总算是好我摕着证据。早起嘛，三更半暝你毋困哦，啊一人徛伫遐，遐实实念这念啥呀？无啊。哎，阿姨哥转来啊未哈？转来啊，即马伫咧办公室。啊？ 啊，三更半暝伊咧办公室在创啥？当然是头壳布咧烧啊！迄妈妈送哦，一定开始真悬的计数。唉，啊，毋过哦，你嘛毋免替伊烦恼，惊伊无钱通好赔啊。毋管安怎讲，伊嘛是我的后生，啊，这个账户无替伊赔，伊是哦。 要为倒生钱出来啊！哼，有使听啦！无可能啦，有使听！哎呦！你妈祖，你妈祖可以无？你妈祖，你有听见无啦？你妈祖，你妈祖，好啊啦！三更半暝安尼匹配叫，大家拢免困啊，是毋？ 哎呀，莫插伊啦，咱困啦。哎，哎呦，哎。太太。哎，啊，你来即摆转来？考试考煞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你来小姐，你看啦。 这间店吼，互人判十年呢，你哦是毋通去甲人北去有诶无诶哦。我早就知啊。你才会知影？嘛是看报纸诶啊。你敢毋是拄则去找明珠，所以才即摆转来？啊？啊，嘉诚，啊你身体有较好无？啊你诶药啊有按时食无？鸟仔甲我讲哦，我替你去摕药啊吼。有啦，好真济啊啦。 安尼哦，我着较放心啊。啊，较早休困嘞，身体着好较紧。好啦好啦。啊，阿你一透早来遮要创啊？你想讲我爱来哦、喔？头家娘啦，啊一透早吼、喔，着叫人叫我来遮啦。哎、欸，嗯，啊，昨昏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吼、喔，当然嘛有。吼、喔，惊天动地哦、喔。昨昏虽然头家娘见讲，伊要立宴，吼、喔，两个阿嬷冤家哦，迄规厝外拢要互掀起来啊咧。你就是安尼讲哦？嘿、欸。
啊，唔惊生头家真正甲伊离离的哦。会啊，我嘛感觉后伊头壳歹去啊，结果生头家都讲要甲伊休掉。我哪会知头先对我这代志啊？你讲来保庇哦，保庇我平安无代志哦。我是你娇。哦，进去进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声一点哈。头家娘，你找我？你伫遐等一下。啊，干嘛？头家。啊，才六点嘛，啊，你这么早来干嘛？头家娘叫我来啊。哦，太行嘛。啊，一透早啊，叫阿刚来是要从啊。等进来就来，才做伙讲。哦。阿刚。哎呀，小坐坐哈。啊，真是会当坐哦，坐。哦，哎呀，大哥，哎，你从哪来啊？哎，大哥，哎，你从哪来？唔知啊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干嘛？你来看麦，这敢是你的钱呀？是不是你的签名？我不是啊，你来看麦。哎，那一套账哦，还两家大细声是啥物代志？哎呦，哎呦，竟然嘛，你的当时哦，厝的哦，迁到合作社哈，啊，你是倒位来的金蕉啦？啊，你敢甲我暗砍哈？南青阁合作社是金蕉龙家己钱家己出货的，你唔通袂记？啊？你是当时进金蕉哈？哎呦，你买土地你拢唔我知影唔哈？唔免买，用租的买单。租呢？啊，是要去找谁租啦？伊去租工地。你今仔日头甲我讲个清楚哦，哈？可以租政府的工地啦，基尾可以地啦。啥话啊哈？基尾可以地哈尼啊大片嘞哈？大家拢在笑笑啦，啊哪会去让你租着啊？会当租着是真无简单，真本事。啊，不过万免隐瞒出来底啦。伟弟，你即摆拢知影啦，啊，看你是安怎无要紧啦。啥物哦？安怎无要紧啊？竟然嘛！哎呦！你哦安尼租土地种金蕉，啊你嘛着爱为咱金蕉料啊！啊你若应该把所有的金蕉啊，安尼拢提起哦，迄个青果合作社。既然你这么搞，那呢你着家己出去做。出去做就出去做啊！阿甘，看是要对你的老头家，还是要对我，随在你啦。你，走你，走你。我无要反驳你的意思哦，是先头家啦，不准我讲出来。我嘛是压在中，啊两边拢唔知要安怎。啊不过先头家伊租着迄片地，嘛真无简单啊，对不？你先去无用，明天再找你算账。先头家，先头家。啊，哎，起忘记啦哈，啊这时间啊真哦，有法当哦租着，以为可以一片土地哦。哎呀，嘛算吼是有两步七啦啦，哈，嗯，无啊，彩气嘛，啊你拄啊吼安尼气噗噗啊，即马笑啊，哎，你是反常哟哈。我早就咧怀疑这个晋南伫外口唔知影对啥物办，即马总算是知影，原来伊想要住伫门口。好，那呢，咱就来分家。啊？你讲啥？啊？分家几呀啦，分家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。